风浪，沐浴多元文化的阳光，踏着时代的旋律，南洋风云。流量当头，我是妍妍。自由高照，我是豪贤。是今天我们的节目谈一下南洋风云首先呢主要的课题呢是谈一下消费税。是因为最近就是我们的这个我2017年差不多来到了尾声了嘛，然后要慢开始要步入2018年，所以呢这个2018年这个财政预算案呢已经就是要出炉了，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谈一下这个消费税在2017年对我们马来西亚有怎样的改变。好，现在线上联系到了我们的连线嘉宾是孙和生先生早晨好，早晨好，孙先生。那我们想问孙先生，就是关于这个消费税已经实行了大概2.5年的时间嘛，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消费税呢是对马来西亚呢是有正面的影响呢还是负面的影响在现代经济呢，特别是现在包括马来西亚在内呢，主要都是靠出口和消费来刺激这个经济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动力的来源如果你钝化了这个经济动力的来源的话，那么企业界的营业额会受到影响，那么政府对这个企业界的收入呢也会减少。那就想问一下，这样子的这个钝化的情况是在马来西亚才会出现的吗？因为其他国家都有这样子的消费税，而且有一些是比马来西亚还要高的，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现这样子钝化的情况，反而马来西亚会有这种钝化的情况呢？这个其实在每个国家来讲呢，消费税其实严格来说啦，应该叫做增值税 value added tax 比较准确一点因为消费税你在欧洲和在中国消费税其实是指这个我们这里所说的罪恶税，也就是说对烟酒化妆品所抽的税。不过我们讲消费税我也用消费税了，其实准确来讲是增值税了 value added tax。 这个 value added tax 呢其实现在世界上大概有160个国家都有采用这个制度，而理论上看起来呢是会扩大政府的收入来源，但是呢你也要考虑到这个消费税呢严格来讲就是增值税呢，它其实有几个负面的因素。第一，其实这是个一种累退税，累退税的意思就是说或多或少有劫贫济富的作用而这种税收会流行呢是因为全世界的有钱人商界他们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而他们希望呢没有缴税的人也分担这个税收，政府的税收，所以可以减低他们的缴税的负担。其实这个一个讲到不好听，这是有钱人的一个利益了是有利于有钱人的，总的来讲是有阶级性的。所以说这个消费税的这个利益这个东西呢是对的，相对起来是对有钱是比较有稍微有利益一点的对那这个算是它比较负面的东西。对这个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累退性 regressive 累退性就是说它有劫贫济富的作用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是走累进税的制度，累进税就是说谁赚最多赚更多就缴更多的税，现在全世界都是走这条路线，也因为这样所以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很反感，他觉得为什么我赚越多我要缴越多，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缴税，应该用这个增值税来课他们的税吗？这样就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可以减少政府对有钱人的税收是有这个动机在里面的。这个税制这么在全世界流行其实是因为全世界都是有钱人工商界对政府的政策起比较大的作用，穷人对政府的政策呢起不了什么作用。那这个会算是比较在负面一方嘛？那我们再谈一下比较正面一点的嘛。那这个消费税呢，到现在为止呢，对马来西亚有影响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吗？
总的来说呢，至少了经济增长呢，现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还勉强可以，不过这个主要是靠出口，而这个出口呢跟马币贬值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任何国家如果你货币贬值的话，你都会刺激这个出口的，所以现在马来西亚经济比较靠这个出口来带动，所以经济增长率会高一点，但是这个代价呢就是减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为马币贬值是有助于刺激出口，但是呢这个因为货币贬值了，等于马来西亚人的收入减少了，生活水平也降低了。嗯，生活水平降低了。哦，因为马币贬值嘛，嗯，你的货币的购买力就减少了嘛，你要用更多的钱去买到同样的货品或者是服务，哦，这个就等于生活水平下降了吗？可是如果在另一方面来说，其实消费税不是因为是要跟之前就是他们是实行这消费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不想就是我们国家政府不想要在以这个出口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收入了嘛，因为他们想把把经济转换为这样子的，就是成为这个经济的主要来源，所以就是他们征收这个收费税的原因是吗？这个从主流经济学界的讲法来看，我是讲主流的经济学界的讲法哦，不一定是对的，主流也未必是对的哦。嗯，是这样的，主流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呢，包括工商界的看法，是希望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呢会多元化，而这个消费税主要的目的就是多元化政府的联邦政府的收入啊，其实这是最主要的理由。但是马来西亚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啦，其实未必要施行这个消费税啦，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或之前呢，也有销售税和服务税，其实你提高销售税或者是提高服务税的话，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的收入的，不一定要出台这个消费税。而且马来西亚消费税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门槛 threshold 太低，50万营业额，一年50万营业额都要报税的话，这个太过严格了，应该我是觉得啦，这个门槛应该提高到200万马币了，因为新加坡是100万新币，所以马来西亚应该提高到200万，这的门槛会比较合理一点啦，因为50万以下对很多小型企业呢，其实增加了他们的成本，增加得很厉害。你要买软体，你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你又要请一个人去操作电脑，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了，最后都是消费者负担了。嗯，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有利于中小型企业的一个成长和发展了，对吗？对中产阶级的影响会比较，当然也有，但是主要呢是对低收入阶层呢会影响会很大，因为低收入阶层呢他们主要接触的就是这些很小型的商家包括那些杂货店，如果你50万的门槛的话太低了了你增加了他们这些小企业的成本的话，他们做生意嘛，在商言商，当然会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低收入人的身上，对中高收入来讲呢影响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嗯，刚才您说就是完全如果是消费税完全可以不实施的，通过增加其他的服务税到销售税，这个销售税之前我们已经有销售税了，而且已经有了服务税了，而且销售税和服务税呢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其实推出这个增值税呢，除了它是广基的话，所谓广基就是可以增加使更多人缴税的话，它还有一个机制其实就是防止逃税和漏税，因为这个机制可以使逃税更难，漏税更难你说是就是从销售税和这个服务税来讲对吗？没有，我是说
消费税呢，我们现在这个消费税的制度呢，对防止逃税漏税呢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了啊，可以使这个商家更难逃税更难漏税啊，这是你从好处来讲，这是其中一个好处。嗯，另外一个好处是它是广积的，所谓广积的意思就是说啊，它对本来很多不需要缴税的人都纳入缴税范围里面啊。嗯，从好的方面来讲是这两点，而且对出口也有一点帮助了，因为出口货品是啊不重消费税的。嗯，那其实啊，我们都啊这个关于这个消费税是叫 GST 嘛，就是 Good and Service Tax 这个东西。那其实我有时候我们还发现到有一些商家，尤其是啊饮食业呢，他们都还有特别在征收其他这个啊服务税。那这样子的情况是怎样一回事呢？这个服务税是自己本身的吗？还是啊，其实是有两种啊，一种是政府强制要的，不过这个要看你的营业额，你营业额达到一个数额的话才征的，如果达不到一个数额的话不必征的。啊，那个服务税，还有一种是啊，这个比方说餐厅他们本身自己另外收的啊，嗯，就自行收的，然后这个费用到时候就给他的服务人员。对对对对对，嗯，对，有一个是交给政府的，有一个是没有交给政府的。这个但是这个是要你一年的营业额达到一个数额之后才有必要的，你普通的小贩其实是没有的。像如果是看您所说到的这一个一定要达到一定数额的才能，所以我忘记了是多少万了。嗯，啊所以如果是说如果某一些商家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数额，那他去征收服务税，我们可以采取行动吗？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啊？那个你就跟这个国内消费部去报咯，不过你也要看他这个收入，他会写明是交给政府的还是自己收的，比方说 table charge 这种东西啊，嗯，你要先搞清楚哦。啊，嗯，如果是 table charge 这种东西，那你就没话讲了。那的确了，最近这样子的这个税务就是蛮令人头疼的，就是有些人会在闹，就是说我们都已经给了这个6%这个good and service tax 吧 ，service 已经是包括在里面了，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再charge 说另一个这个 service charge， 而且是总共加起来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单据的一个16%。对对，嗯，对，这个另外加的服务税其实已经不是消费税，不是交给政府的，是他们自己或者是为了激励这个员工让员工自己去分配还是怎样了啊？可能不同商家有不同的做法。那刚才所说的销售税呢？好，sales tax 嘛，啊，我们本来就有 sales tax 的，我顺便提一提，其实虽然说这个消费税世界上很多国家实行，可是有些国家包括美国是没有销售税的，是没有这个消费税的哦。嗯，不过美国是有销售税。嗯，啊，但是它没有我们的这个消费税，严格来讲是叫增值税，中国也是叫增值税，不叫消费税的。嗯。那您认为就是因为我们既要收消费税又要收销售税，这是不是双层的负担给予消费者了？啊，其实如果商家要怎样做的话，你有没有消费税都一样啊，嗯，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你即使你现在有了这个消费税，商家征收了消费税之后，他另外要征收这个服务税也一样啊。嗯，哦，没有区别哈，对对对，就是看商家怎样，而且也就要看你消费者要不要抵制他嘛。你消费者觉得这个不公道，抵制他，那就让他自己收敛了。嗯，那因为之前我们就是有这个销售税嘛，然后是因为有这个消费税后，我们才会就废除掉这个销售税。对对对，就是如果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我们从中这样子看来比较的话。因为消费税是国家的其中一个收入嘛，那这样子的这个消费税跟销售税之间呢的差别会是在哪里？就是他们的这个哪一个方面是比较更加有效的，就是去收入？ Okay， 这个要从两点来说了，从防止逃税漏税的角度来看呢，消费税比较有效。嗯，啊，然后
从这个一网打尽的角度来说呢，消费税也比较，它的网撒得比较大啊，撒得比较宽，可以一网打尽。销售税就啊比较不能够一网打尽啊，差别主要是在这两点。嗯，所以意味着说销售税啊，就是商家比较容易逃税是吗？对。然后消费税是因为它是直接啊，对，就是让消费者。其实消费税因为你要层层报销嘛，层层报销的话，你商家要做手脚就不是说不可以，就困难得多，而且风险也高得多。嗯，那其实就是对商家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对比较难逃税。嗯，那如果讲好往好的方面呢，对商家有会带来怎样的便利呢？会有便利吗？这个对商家来说，我是觉得对小型企业来讲呢，其实是很麻烦了，而且增加了很多额外的成本了，因为你这个出台这个消费税之后呢，你推多出很多作业，而且又要买软体。如果你本身不懂得操作电脑，你又要请额外请一个人来操作电脑，这个都是额外的负担了。而且也是要另外再请人，就是去算这个消费税的这个这个账务嘛。对，你又每个月又要报上去啊，反正就是增加额外工作了。对大企业来说，影响不大，但是你对小型企业来说，特别是他的生意额很多但是数量小的话，这个实在是成本很大的成本啊。但是到最后反正就是啊转嫁到消费人身上嘛。商家不可能帮你负担的。对。可是我们有看某一些公司像戏院之那一些的，他们会把这个消费税就他们自己就是自己吸收了，他们没有把这个消费税就是在charge在这个人民的身上啊。这个其实有一点区别了，就是在马来西亚呢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出口税消费税都是进中央政府的。不过像上电影院这个叫娱乐税呢，这是属于州政府的啊，这是进入州政府的啊，是有这个区别了。那除了这样子的这一方面，就是说另外再多了一些东西，然后对中心的商家来说是一个很大。那还有另外比较大一点的麻烦吗？对中心，特别是对小型企业了。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推出消费税了。即使要推出的话，应该把门槛至少提到200万了，一年的营业额50万以下太少了。它的目的是要一网打尽。但是你一网打尽的目的虽然是达到，可是总的来说这个费用是人民负担，而且你会惹得民怨四起。现在民间都很多都说钱不够用，其实当然原因很多了，包括马币贬值，但是消费税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刚才您说就是可以完全用服务税和销售税来抵代消费税。对，你可以提高这个销税销售税的税额吗？你也可以提高服务税的税额吗？那这部分提高它不会产生像消费税这样消费税这样子的负面影响吗？不会这么广泛呢、不会这么广泛。其实一路以来，比方说我们买电器产品，我们买鞋子买衣服啊，这些其实都重消费税的，都重这个销售税的，里面都有销售税了的啊，所以这个你感觉不会很深你会感觉，可能一般人不会感觉到，可是你消费税的很容易让人家感觉到，而且容易成为一个话题啊。因为差别是因为这个销售税没有写在那个单据上面，而消费税有写在单据上面嘛。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像一说之前我们刘叔有中了这个销售税，其实都中了的，都中了，只是它范围没有这样广而且范围没有广，二来也没有写在单据上面，人民也不自觉就被征收这个税务了。对。那说到关于出口这个，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收入是来自出口这些产品啊，也不是说收入来自出口了，主要是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基本上是有三个动力了。
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一个是出口。在1990年代，或者总的来说，在1997年之前，马来西亚的经济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投资和出口。1998年之后呢，主要是靠国内消费，也就是说出口和投资不行了，要靠这个消费来推动。如果你要靠消费来推动，可是一般的马来西亚人的收入又没有显著增加的话，再加上出台这个消费税的话，其实会钝化这个经济增长。你钝化经济增长的话，那么政府从所收到的公司税呢，长远来说呢，会增长得很慢。其实消费税是两面刀了，是吧？两面刀来的。就的确是，可能对某一些可能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对大企业来说比较是正面一点的吧，就没有太大。反正大企业也不在乎了。大企业对也不在乎。嗯，这样我们像出口，我们先说这个出口的东西吧。这一方面的东西，其实消费税对我们国家出口的这些产品是有帮助，有帮助吗？还有有帮助，因为世界上呢，很多国家实行这个增值税呢，其中一个理由是希望有助于推动出口，然后抑制这个进口，因为很简单，你这个增值税通常都是呢，你出口的产品和服务呢是不收税的，不抽税的，这样它在国际市场上才有竞争力。可是你进口的东西呢，就抽这个税，这样的话就让进口的东西呢比较没有竞争力，所以对一些国家他认为他的出口竞争力不强的话，那么你推行这个增值税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费税呢，是有一定的帮助。那对外来投资呢？对外来投资，也如果这个投资者他是来自没有实行增值税的国家的话，那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比方说对美国来讲，对美国企业来讲是有吸引力。所以也是看，就是看国家的政策而定义。对，这个要看你的国家走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是，孙先生，我们先歇一小段，然后回过头来继续谈这个消费税对国家的影响。